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挑战的任务就和市场里的商品有关，来领取任务卡。默契大采购，九位成员确认一到九的顺序后，抽签前往市场的不同区域，在相互不沟通的情况下，按要求各自带回一件物品，九样物品按成员抽到的顺序排列。如果连续七位成员满足提炼要求，即挑战成功。每成功一题，可获得7500RB。只要对七个就行，连续的对七个，但是不沟通，不能沟通。我们已经和市场都沟通好了，大家不需要付钱，节目组稍后会统一买单或者是归还。哦，行，那咱们现在选顺序吧。要不现在就按这个来一个，来吧，按这个来吧。现在请大家来抽签，决定各自要前往的区域。他卖啥你拿啥。 刚刚是春游，现在是购物。这里商品琳琅满目，应该可以选到想要的东西吧。这一整块都是我的，这么大，哇，这什么都有啊，这不是什么都可以找到吗？看看大哥有点什么。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。哎呀，加油！你好，你好，都是仿制品，有一种小时候陪奶奶逛市场的那样。 都帅，他们的帅哥都在手上。Hello， 本地的商场里的男性，他的年龄从小到大。太好了，刚才有个小朋友。您好，您好，下午好，你好。有个小孩，那我只能找小孩啊。20多岁的。没有。没有啊。这个可以有。阿姨，这有叔叔不？叔叔少。叔叔少。叔叔少。对呀，放眼望去全是阿姨呢。 阿姨，都是阿姨，这儿有没有年龄大的叔叔？啊？不好意思问您一下，您今年？你猜？肯定没有30岁。谢谢。40多了。40多了。对呀、啊，太不显了。谢谢。您别动啊，您别动，我再那个溜一圈。朋友们，能不能帮我找个老爷爷，年纪越大越好？阿伯有吗？阿伯有没有？辛苦您跟我走一趟，好吧？ 哦，我们去录节目，好吗？我们上跑男了。没事，跟我们去玩一会儿。可以啊。厉不厉害？厉害。16个月大的藤明印小朋友。哎呀 ，Hello。 姐姐，哇哇！怎么还有个娃呀？来了一个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看这中间都有点像啊，中间有点要塌。中间是最难找的，太像了。中间真的很难，但是你这小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小。<笑>我要对得起我这个顺序啊！<笑>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你们找到的。 本地商场里的男性，他的年龄是否从小到大？先请1号周深。我找到的是神女士带的藤明义小朋友，16个月大。那肯定是最小的。认证。耶！哎呀，哎，你没找啊，人呢？兄弟，人呢？你们找人呢？都是找人呢？咋的啊？我肯定找的不是人呢。我找到的是一个。 一个，我当时要认了吗？认真呢？下面我朝族大姐给我找的，她肯定是朝族小男孩，就小男孩吗？啊，这个男孩没有，这没有男孩哈，没事没事。
谢谢。超级男孩。哎，可以。是超级男孩吧？可以可以，谢谢小男孩。看见吗？这些是穿朝鲜族服饰的大男人，这些是小男孩。几岁？具体一点。他大概他十六个月，他十七个月，刚刚大一点点，稍微。然后他今天非常高兴，穿着朝族的服饰来拍照片。认证好了。下一轮我们保卫亚军排第一个行不行啊？我往往我就说吧，前两个根本都不能算，七个连着从我这儿来。说那个，咱就这么。一点没错。我这没错了。我这能说话，自己能说，自己介绍一下，不用。我叫倪国斌，今年22岁，一下这跨度就起来了啊！16个月、17个月、22岁，我实在没找着18个月的，抱歉。我们那个这边是金先生，金先生年龄是28，28，是吧？确认吗？金先生听到自己28岁也有点吃惊，是吧？可以可以，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游戏，不查身份证，不查身份证。28。好，那请金先生告诉陛下你的真实年纪。减一下，减一下。28，26是吧？啊？28哈，啊，28。那金先生方便说一下吗？您哪年出生？是哪年？您是哪年出生？28是哪年？你怎么还跟着？你怎么跟着？28是哪年？28是哪年的？95。属什么来着？95。95的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金先生啊，金先生说是，95属猪的嘛？啊，对，跟我弟一个岁数。好，我们暂时打个问号，我们等会儿跟金先生确认一下。然后5号来，你介绍，自己介绍一下吧。你30了吧？不到30，29。29。哪一年的？94年的。哦，属什么？属狗。哎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我们也是真的。我们也是真的。什么叫这个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陈哥暴露了自己。这个当时金先生说完属什么，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属什么。对，来吧。是来自吉林延吉的李永日，朝鲜族。嗯，那个今年37，86年的。认证。我77年的，47岁。认证。可以连上了。我今年56岁。56。认证。属猴的。我今年78岁。认证。78岁了，辛苦了。谢谢爷爷，妥妥的，稳稳的了。对，稳稳的了。目前各位成员找到的市民的年纪排序应该都。Okay, 比较真实，真实。只有4号晨哥你来。我有什么问题？我很真实啊。你看我们金先生今天多真诚。你就从金先生善意的这个，说二弟也该给对金先生的鼓励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请那个金先生真实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年纪。行，可以。金先生悄悄地说说吗？悄悄地说吗？说吧你到底多大？没事你到底多大？86的。37。所以到4号晨哥这里顺序就错了，前面3位，后面5位，5位没有连成7位。但是呢，因为金先生刚刚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帮你们实现这个顺序，你都感动了是不是？我真的特别感动。那给5000 RB， 5000就算，所以这一题我们就算大家成功。好，谢谢金先生送的枕头。稍后我们会把标准定得更高，会更严格。谢谢。好，也感谢几位市民的参与。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，谢谢。拜拜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题目，请大家确定自己的序号。去上1号去。要不要换？跟周深换。我不想当5号了。那你来2号来。啊不，baby姐那换一下。我感觉你的准则。你要做最大的是吗？对，我要弄最大。逛商场的感觉还是好啊。上特产来了，姐。欢迎。哎呦。这大身，人家都给做成装饰品。
那这东西还能吃吗？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今年春夏款的秀款服饰。从右边开始，分别介绍一下 Victoria、Cindy、Linda、Cici， 他们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，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服饰卖到了世界各地。剩下的几位，你们要加油了啊！不要放弃，我相信你们通过努力会有机会的，加油！第二题，物品从轻到重，这太简单了吧？这随随便便我就过关了。轻的一定在这儿啊。因为我得是最沉的那一些，我先帮你。谢谢。那我这得多重啊？啊，这好难啊！衣服里面最轻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应该是袜子吧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挺合适啊。水，这是米酒哈、我先试试重量。我其实我可以选一个看似有点重，但其实并不重的东西，吓唬吓唬。我想问一下 Victoria， 你大概体重多少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掂一掂。哎，我觉得可能合适。感谢你的支持啊！感谢你对跑男的支持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寻找到的商品情况，题目是物品的重量从轻到重。我们要称是吧？先目测，不行的话我们就上秤。先从一号魏老师开始。谢谢。我们不想看魏老师，我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塑料袋。塑料袋。塑料袋不一定有我的轻。你不挑事儿呢吗？你这三号你干啥呀？呦，二号，我找的是一个鹅毛的挖耳勺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塑料袋重。对啊，这肯定是因为它是金属。你等我掏出来，我们仨都要上秤。他现在就按一号玩了，我看出来了。薄如蚕丝。哇，你拿三号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前面两个得轻成啥样啊！你又不行，我给你一只脚。前三位我们稍后上秤来确认一下，接下来是四号，当地特产米酒，然后这是就是没有一瓶了。啊，中间口渴喝了。口渴了。还好吧？你这个好轻啊。好，大家按照四号就位吧。这首歌太喝酒了。把直接喝掉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这没有一瓶了。啊，中间口渴喝了。口渴了。好，五号，小猪钱罐。这也要上秤。秤吧，没事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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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号，凯哥。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。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干你干什么？您帮我。哎，你还好吗 ，Victoria？ 完蛋了，我的比你轻了，凯哥，一会儿你能现拆吗？比我轻？不要了。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。因为这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要邀请他一起来。没毛病，我觉得为了尊重人家的整体和完整性，重量可以用胳膊，但是这个物品要一起来，对吧？一整个尴尬但是又很无语的样子。大无语，真的。
来，七号是悠悠，应该是挺重的这个。我就挺沉的。好，认证。我这个就是一会儿送 Victoria 回家的车。Victoria 比较辛苦，直接坐我的小车回去。哦，可以可以，你这个看一看就很重啊。好，认证。我的那个都没能拿出来。我去，在路上。啊，真的有人类能抬得动吗？您的货品即将送达。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九号找到的这个鱼缸，确实非常重。对，很重。从凯哥开始相对正确。那我们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。这么精细吗？我觉得塑料袋应该是没有重量，都撑不出来。我觉得应该。2.8克。我一定比它重。0.8克。啊？我塑料袋竟然那么沉。沙哥，我这只有0.8。来，沙哥，你的丝袜。再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，沙哥，我看看，沾点屎，沾点屎，太恶心了吧你！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！快点，水没了！就这么点重量，往哪儿放？4.3，可以。行了，过了，过了是不是？过了吧？四号、五号上秤，放这儿，放这上面。300，290，290。你再把那个多喝一点，重新把它撑到260、280。baby 那个只有290。要不要再量一下？这个刚没量好，这个。再来一次吧。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试一下看看。我是瞎的吗？所以这一题大家失败。啊？啊？为什么？这都喝迷糊了，也失败了。那个袜子都拼成那样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，外观从难看到精美。从难看到精美，哎，从难看到精美。他这个商场里怎么可能有难看的东西呢？我找白雪公主的毒皇后。我说怎么精美程度有个七八号吧？首饰应该是。比较精美的东西了，咱们货比三家呀。这个不好看，还是这个不好看？找一下我的 Victoria。哇！哇！哇塞！哇，这是人参吧？啊！它这个太精美了，真的好精美。我们来依次展示，从难看到精美。哎呀！我的天！垃圾。你说我到那儿全是卖衣服的，你说我说你家最难看哪个？你给我来看看。人说我们这没有难看的。二号周深，但我也是难看的。怪兽，从里到外都难看，内心也比较黑暗。认证，大哥。哎呀，怎么每次到你那儿都哎呀哎呀啥呀？哎呀啥呀？哎呀哎呀啥呀？你把你刚才那袜子拿回来。不行，那有点超过一了。我那确实都是卖衣服的，也不好弄。行，自信点。我觉得比怪兽好看一点。起码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。认证认证，四号。我这就特产明太鱼，明太鱼只有我们当地才有。比裤头好吗？比裤头精美。好，认证五号。我有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谁戴上这顶假发会比他这个稍微精美一点点？那精美只有你戴了。我怕我戴完之后下一个比不上我精美。我觉得让凯哥戴，我戴上那不没法精美了。我觉得这样吧，还是大勋吧。别！大勋本来就是这个咸鱼本鱼，然后戴上这个假发，可能比咸鱼更加精美一点。
还行啊，挺好看的。哎，比鱼好看比。哇，大杏花好美啊！哦，它好适合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绝对比鱼精美。是不是比鱼好看？鱼精致一点。好，认证。接下来六号凯哥。好，那就是这个服装是吧？服装很精美，民族服饰。六号认证。目前前六位的顺序都是依次比前一个更加精美。接下来是七号白鹿。是这样的，这东西吧，它必须要配一张脸。我看看七号能玩出什么花。谁敢说我不精美？精美。谁敢说我不精美？这太精美了。精美精美精美，太精美了，太精美了，多可爱！白鹿认证了没有？现存疑，存疑 啊？为什么？白鹿，你对我的精美表示怀疑？不是，因为你刚才在说话的时候笑了一下，他可能觉得你从头到尾正经一点。别笑啊！这一下就不精美了。不要笑，不要笑。你感觉现在是在拍一个时尚大片的？对，你要有一种时尚感觉。啊、对，给他好好摆一个 pose。你一定要撑在那个假发上吗？我们先看八号。就这个人比白鹿还要精美吗？这个人比白鹿精美吗？咱们这个判断，等一下，我这个还没有结束。哎，这个就是越弄越不精美了，感觉。真的，越弄越 low 了。输给你，真的，我不服。我质疑导演的审美，白鹿肯定比前面那个精美。到白鹿就应该已经赢了。好，七号也认证啊，看一下程程的。哇，这是那手工针线缝的那个人参，它每一根针都是装饰品，怕你虚跑了。认证，已经有七位以上顺序从小到大有成功，所以这一题大家获胜。哇，恭喜大家。欢迎各位成员参观完我们田柳园区，相信大家对现在的大棚都有了全新的认识。那接下来到了午饭时间，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今天的午餐呢，将由竞拍的方式获得。竞拍，有请我们的国家注册拍卖师旭科妮老师。欢迎欢迎。今天我们每道菜品对应一个任务，大家呢需要通过竞拍举牌的方式来获取挑战的机会，挑战成功即可享用。有没有饿了你们？饿坏了。好的，今天拍卖的第一套拍品呢是油焖渤海湾大虾，鲜香甜咸四种味道相辅相成，好吃。我这口水不知道怎么就分泌出来了，真的。这一轮的挑战是一鼓作气，大家需要不间断吹倒桌上的物品，三个起拍。各位嘉宾请出价。我先叫一个，我先吹十个。十五，十五，十五个。啊，我们这边二十。谁啊，我们这边二十。20可以可以，20肺活量这么强了。22，你就举呗，你老推我。22给大家一个参考啊，导演组是推倒了22个，到记录了啊。23，我不爱吃虾。23叫上，没有了，赢的不是虾，赢的是男人的尊严。不行，咱自己提高到25。就你在这架弄呢，人家都没讲喊，咱正喊呢。23，对，23，25，25，还你钱，就死。25，叫死。我坐在边上，你不吃我吃吗？哎呦，25，吃口虾吧。25，25还要继续加吗？我们还没叫呢。25，郑恺26啊，26可就到碗了，第一个碗得吹倒。碗怎么吹呀？它里面有球，里面有球。25，等一下啊，我看看啊。25，26，30，
啊，30，不叫的，不叫你，别在这圈了。30，你又不是我，我是个人干，你又不是我上面老板，你要上面老板，你得给我打电话，兄弟，60，要叫就赶紧的，我今天就看看你俩谁能吹。8号先生，那个我老板不让。恭喜您，1号。我成功了，我自己吃啊，我绝对不分享。别呀，我这么帮你抬价，我就是想跟一会儿坐你边上尝一尝。好，挑战开始。这个难，这个难。呸！有个猪，吃进去了。荤的已经吃完了，荤的已经肉菜吃过了。哇，这有啥不哇的呀？20、21，哇哦，突破了，挑战你。我说我30了，我告诉你30里面。哇，最后一个。哎，我多少？已经够了。哇哦。儿哥，你先试试。这么好呢？你试试毒，你试试咸蛋。好，我们来进行第2件拍品：糖醋黄河大鲤鱼。哦，那个汁儿很好吃。色泽深红，外脆里嫩。本轮竞拍挑战：忍气吞声，接受按摩师的穴位按摩。并且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这是5秒起拍。要是脚可完了，这我可以，应该 OK， 我 OK。郑凯可以，郑凯把腿毛都没。多少？5秒，5秒，5秒，您的6秒，6秒，7秒，七，20秒，20秒，20。你是没有感觉的吗？你按摩，按摩是？我们这1秒1秒加，你怎么上次就加了15秒？孩子，你还年轻啊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可以，可以。20秒。25秒。啊，30。30秒。30。弟弟。太厉害了。一条鱼没必要这么。31。31。31。35。35。你上一轮的来看应该没有很难。那你直接叫个1分钟。想看是吧？想看林一，想看林一是吧？不想看你，不想看，想看你。36。他不想看我，让你看我。40。林一。40。37。哎呀。37。哥，你把他那8号牌拿给我吧。收起来。没有权利，你到底是谁？没有权利举。你也想看林一啊？最后一个。您的37秒，来吧，34秒，哇、哎！有没有我们这么串通的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按摩师。我感觉我是盘菜。按哪儿啊？好，来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不疼。他也疼，你看着没？那大脖筋。对，你可以动，但不许有声音。你要不要咬个东西？咬自己，咬自己，咬自己。咬自己不也疼吗？你们俩是什么人在这咬自己？啊！哇哦！牙齿。哎呦哎呦，疼啊你！我们帮你叫。刺激。啊！
我们看，这是什么穴位？哎，这疼痛传递到我身上。啊！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挑战成功。比上一轮的来看，应该没有很难。耶，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哎呀，我左边一条鱼，右边一盘虾呀。就你没有啊，就你轮空啊。继续下一道，这道呢是一个盲盒的美食。盲盒。这道美食食材全部野生。野生的，至今没有实现人工养殖的突破，蛋白质含量极高，且脂肪含量极低，越吃越上头。上头？挑战是啥呢？挑战的游戏是指压板上抱冬瓜蹲起。Oh no！ 五秒起拍。十秒，二十秒，三十秒，五十秒。一分钟，这几个脚皮厚的，这脚皮厚的，这玩意举就得按号啊，是不是按号举啊？对，对。250秒，确定250秒吗？对。那冬瓜是500多斤啊，我告诉你。250、260、260、260。我们都不是抱冬瓜，我们上来就是抱阿姨的那个。对，那个对我们来说确实太简单了。300。对。啊，300。300。300。杠上了，跟他们杠了。300还要继续吗？300给他了，给你。恭喜八号。7号你是咋举的？7号你是咋举的？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换的，反正你告我300，我这行你让哥让弟让给你举呢，咱也不知道啊。什么时候他就走？谁也没换啊？那没关系。那您现在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接不接受啊？暴力啊！人家这叫的是7号，确实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为了照顾沙哥，我们可以只报一个。那300秒也挣不了啊！拍卖师，拍卖师啊，您说，7号留牌了，留牌了，留牌了。那甭管你俩谁，赶紧上一个。哎，5分钟是吧？来，我来。我帮你，来，我也帮你。我觉得这东西得有人照顾着。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先上。你俩是跑跑照顾？对啊。Yes！ 来一个吧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先一个吧。哎呦！好，挑战开始。你5分钟蹲一个，有可能5分钟蹲一个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样，你两个给你减半2分半，对，两个试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哥，坏了，脚折了。两个2分钟，你两个2分钟，2分钟值得值得。哦，帮我把这个往上抬一下吧。倒计时，五、这四，再来一个，再一个，三、二、一，恭喜挑战成功！成功！出汗了。噔噔噔噔。怎么给扣不要了？我以为是啥呀？知了虫炸知了，清下油锅，外酥里嫩，越吃越上头。谁敢吃啊？没有人想吃这个。
幸亏没有拍。下一道拍品，葱烧海参。哇塞，这个好。本轮竞拍挑战是限时落泪，60秒起拍。60，那就是你的6号镜德，必须要掉一株眼泪。哎，有了，出来了，有了，在这儿呢。给个特写。第5道拍品呢，还是一道盲盒的美食。又盲盒。本轮竞拍挑战，真情实感地说出自己的缺点。5个呀，5个。太瘦了，说瘦这不接受啊，那让我们还怎么活？太高。你这下一个是不是太帅呀？零二三啊！反应太慢，过于保守。跑调算吗？算吧，可以拍吧。开盲盒吧。6两清蒸大闸蟹，同样是盲盒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怎么？你那数量比人家多呀？你那有40多。哇，真的哇，这肯定好吃。哇，好的，那今天我们的午餐竞拍环节就到此结束了。恭喜有4位成员获得了5道菜品。根据今天的竞拍成绩，就是前3名分别是郑恺、林一、白鹿这3位成员，等一下可以获得关于种子的线索。我这没有啊。前3名。你这菜应该排第5。根据价值，根据菜品的价值排序。最辛苦换回一个菜，只排到了第4名。